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为净化选情治安，选前动员大批警力执行全国同步扫黑、肃枪、打诈、弃赌专案。我们共计查获各式枪支16支，改造枪械场所1处，检肃致命对象9件52人，查缉赌博42件92人，查扣赌资868万余元，弃获集团性诈欺23件132人，查扣不法所得289万余元，成果丰硕。其中民人会高雄分会蔡姓分会长在本市涉嫌恐吓、砸车等多起暴力事件，甚至为了逃避查缉潜逃国外，经警方锲而不舍追缉，近期在其返国时拘提到案，并经高雄地检署向法院声押获准。为避免暴力、枪械、赌牌影响选举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将动员大量警力，积极主动查办室内案件，全面净化选前治安环境。